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Spiral。这集影片难得我来露一下半张脸，因为终于上梅花段位了。究竟 Spiral 是在什么状况下升牌的呢？我们看下去吧。不过在这之前 ，GCX Go Cases 一款真正可以免费获得 CSGO 造型的 App 上线啦！输入 Spiral 立即获得金币，和 Spiral 一起欧起来开箱抽奖吧！啊，不好意思，忘了，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。这一集呢，原本我是没有要录的，想说随便打打就好，哪知道就升牌了。所以说过程中你会听不到我和朋友们嬉闹的声音，纯粹只剩下这场枪战的镜头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喽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说真的，每次都在打特烂的时候升牌，上次双 AK 也是，扯爆啦！